迎大家今日莅临由吴宇森导演执导嘅电影《追捕》嘅香港首映礼。这个电影对我来说需要克服的是身体上面的障碍，嗯，体能上面，因为从头就开始逃跑，嗯，然后一直在打斗，嗯，所以体能上面每天拍完一场戏以后，第二天再继续拍，这个恢复的过程中很没有时间去恢复，嗯，所以拍完这个戏，我觉得这个戏是我拍过的最累的一部电影。我们希望这次做的创新可以被观众喜欢和接受，也非常感谢舞蹈林总，还有陈嘉上监制，以及陈嘉庆监制，能够给我这个机会出演甄优美这个角色，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礼物，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追捕这部电影。사실저는어렸을적부터감독님영화를보면서액션의꿈을키웠는데제가봤던 A Better Tomorrow, The Killer 이런영화속의주인공이된듯한느낌이들어서저는정말매일꿈을꾸듯이촬영을했고요또역시거장오우삼감독님이구나라는걸느낄수있을정도로저한테너무너무많은도움도주시고또레인이라는캐릭터를너무아름답게만들어주셔서너무감사하게생각하고있습니다Cheers! I know you don't. 追捕票房各地爆折，而电影将会在11月23日下星期四上画，大家记得入场支持。Congratulations!